我现在画的这些过程呢，实际上都是想得高分的同学哈，你需要注意把握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概你画出那个一个大的黑白灰关系、大的起形的状态啊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能画到。但是呢，能再继续的啊，进一步的去深入画到很多的小的结构、小的这种空间关系、颜色关系。啊，画到这个程度来讲的话呢，就很难了。那么我们说所谓很难呢，是不是说，技法难，而是很多同学呢，就是，观察和理解的这个不到位。所以的话呢，也就是说，画到这个程度以后，画到这个，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呢，就是无法的深入。啊，有的同学也可以深入。但是呢，又这个把握不住整体了，所以的话呢，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会很多，就是要不然就是没有细节，或者就是细节很多，然后，大的整体黑白灰关系啊，结构又不够了，或者是这个，颜色呢比较花，但是形和结构都不错，啊，等等的，总之呢。就会出现的，很多叫控制不住画面而产生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啊，就会出现。所以的话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还是需要我们，就一边画呢，一边去理解啊。只有你真正的理解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，你才能控制住啊，你才能控制住。这个有一个广告语嘛。就是我个人很欣赏，啊，就是在这个，他当然不是说是在讲这个画画啊，不是在讲画画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和画画呢，也有关系，也有关系，啊，这广告语的这个，非常好记，叫一切尽在掌握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于形啊、结构、颜色啊都是很理解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掌握住画面。啊，而不是说什么被动的抄袭画面，你是可以表现模特，而不是什么呀，被动的抄袭模特。所以的话，我也希望咱们同学在画的过程中，是理解着去画，啊，是表现模特，而不是什么呀，抄袭模特，是画出了模特的，特点啊和这种状态，而不是说仅仅的是抄了模特的。颜色抄了模特的表皮，啊，那就，实际上就只是一个，磨铅笔的功夫了。我不建议咱们同学就是画画的时候，不动脑筋啊。你画画的时候，如果再画的再多，啊，只是一味的是磨铅笔，啊，你的进步呢也会很缓慢，啊，还是要结合着理解，啊，结合着理解。结合着这个观察，啊，结合着这个向这个，范画学习啊，跟老师提问，结合着自己的练习，那么你的进步呢才能更快一些啊，你才能有这个更早的这个迎来这个绘画的飞跃啊，绘画的飞跃。那么我们的这个画面呢，整个的这个五官呢，黑白灰呀，这个五官已经就深入的这个完成了。最后呢，再用相对来说软一点点的笔，啊，相对来说软一点点的笔，你去调整一下这个画面的大的黑白灰关系，以及这个衣服啊，衣服的这种一些细节，那你这个画面呢就。可以交卷了啊，可以交卷了。我们再回到整体啊，大家记住，评卷老师呢，看画他不会看你哪个五官画得好，啊，哪个细节画得好，他还是围绕着你的这个，大的问题啊，把握得好，就是大的黑白灰呀，整体的造型啊，
这些内容啊做得很好，那么他会给你一个很高的评价。所以的话，这种大的工作啊，大的效果，我们还是要注意把它给做足啊，做到位。在这个欣赏过程中啊，包括在你的这个表现的过程中，实际上画面的每一个细节啊，你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啊，和很好的一个态度去对待啊。即便是有些地方你说是我画的相对放松，画的相对虚一些啊，那么这种放松和虚也是你理解过以后的放松和理解过以后的虚啊，也不是说。不要了啊，不管他了，啊，不理他了啊，那种感觉，啊，所以的话，在画的时候呢，大家还是要有很好的这种理解，理性的东西去支撑，嗯。那么把这个肩膀呢，也是用一些相对松一些的这种。线去处理，啊，相对松的线去处理这个肩的关系。然后脖子后面的吊子是吧？你给它处理进去，它就能感觉是整体了。从实到虚是吧？也要有一个相对来说的这样的一个表达。用线可以相对松一些，稍微的相对松一些。最后的话，还是在这个统一一下画面的这些重色啊。如果你画面啊画到这个程度之后，还剩5分钟、10分钟啊，我建议咱们同学就把这些画面中的所有的重色啊，包括这个所有的这种很重的这些区域啊，再反复的再压压啊，反复的再压压，再进行一个处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画面就会很整体啊，很整体。包括这边的有些重色，也可以适当的再给它整体的再去处理处理。
这些细节呢，在经过检查之后，啊，我们这个男中年的，四分之三侧这个写生的示范呢，就完成了。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要点，啊，要把这个整个的模特的这个头颈肩关系啊，要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处理，把这个重点处理在这个。表现在这个颧骨、眉弓骨是吧？口轮匝肌啊这方面的这个处理上，黑白灰关系要拉开啊，包括鼻梁这个，包括有些这个眉弓骨的细节啊，都是要处理到位，包括额结节。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啊，包括加上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男青年的一些要点啊，都包括进去了。那么我们的这个男中年的这个，写生呢，啊，这个课程呢，就讲解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